这是黑色的桌面，这是一卷胶带。由于光的折射，胶带会变成这个颜色，产生了色彩明度上的变化。理论上来说，只要有明度变化且形状的细节可控，再算好透视上的关系，我就能用桌子和胶带的反光来画画。理论存在，实践开始。根据入射角等于反射角，找到合适的光源，于是便得到了它。你学会了吗？